权力的游戏为什么成功？一个很容易被忽略又绝对不能忽视的原因是权力的游戏很好听。是不是有刚打开页面的朋友准备好了霰弹枪马上要开喷了？什么编剧？权游是个剧不是首歌，你懂个屁的权游。别急， EVA 我不懂，权力的游戏我还能不懂吗？我指的是权游的 BGM 非常好听，而这张原声带背后隐藏着一位作曲大神，他叫做拉明贾瓦迪。相信很多朋友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，但是我真不相信你没听过他的作品，因为这当中包含了太多经典影视的原声音乐了。请允许我为你例举几个。越狱，西部世界，钢铁侠，还有很多机甲迷心中的战歌，环太平洋。拉明贾瓦迪出生在德国鲁尔区的杜伊斯堡，他的父亲是伊朗人，母亲是德国人。他和王力宏是校友，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。其实好莱坞和中国的影视行业一样，但凡涉及到艺术的行业，总是有一些师徒制的影子，老师带徒弟。这么说起来的话，贾瓦迪的老师正是大名鼎鼎的配乐大神汉斯季默。2011年，贾瓦迪加入了权力的游戏剧组，为这部史诗剧作曲，而权游的片头已经成为了很多电视剧爱好者心中一个经典的代表。仿若棋盘的维斯特洛大陆，如同积木的家族栖息地，在短短的一分半就勾勒出了家族世代恩怨争斗一触即发的场面。贾瓦迪曲子的前半部分突出了大提琴的作用，像是讲述这片大陆道不尽的历史纠葛，也是在渲染接下来难以避免的战争悲歌。正所谓如泣如诉，我们再来回顾几个贾瓦迪在全游当中贡献的曲子吧。整个故事的第一季，史塔克家族在郊外发现了冰原狼的幼崽，北境一片冰冷和荒凉，为史塔克家族的没落埋下了伏笔。此时用来衬托气氛的曲子 Winter's Coming， 凛冬将至。当劳勃拜拉席恩和瑟西光临北境时，乐曲开始变得欢快和放肆起来，庄严的同时也包含了一丝荒诞，一面突出了这位老国王的权力，一面也渲染了他的放荡不羁。这首曲子叫做国王驾到。还有我们很熟悉的场景，当艾莉亚为死去的兄长以及残酷的血色婚礼报仇时，而全篇一段我最喜欢的旋律反复出现，比如艾瑞亚·史塔克重回林东城时，在曲子中使用了一段旋律，这段旋律在他的姐姐珊莎·史塔克回到北境时，那首背景音乐中也使用了，只是整体的感觉更加凄凉。这之后，琼恩·斯诺的那首背景音乐《北境之王》里也使用了这段旋律，但这时多出的是一份悲壮感。同样的旋律表示了这家族的兄弟姐妹同根同源，但不同的处理方式又带出了完全不同的境遇和性格特征。权力的游戏2011年开播到现在10周年了，大家如果想要回顾当中的一些剧集，这一次千万别忽略那些音乐的部分。而且我个人有个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喜欢的电影你未必会记得原声音乐，但是能让我们哼出原声音乐的电影一般都还不错，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。提问，身为全游观众的你告诉我，这部剧里让你印象深刻的桥段有哪些？